我要吃火锅。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没想到回到酒店，你们还要让我来玩东西南北的游戏。既然你们这么想玩，那就来玩吧。来吧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我输了，所以你选东三，东三西三，东三跟西三是吧？一二三，深蹲两个，一二三，花式夸自己一句。我没有作假啊，东三，深蹲两个，西三，花式夸自己一句，深蹲两个，先来吧。一，二，哎，才两个，你们也对我太善良了。然后花式夸自己一句。花式啊，最近凡尔赛了，没关系，看看这个戏在减肥，而且你现在挺好的，饱满，胶原蛋白啊，放过我吧，再来一次，三二一，哼，你自己来弄，我要北三，自拍一张，自拍，用作你的朋友圈的封面背景，用一天就好了。好吧，好的，期待哦。我要男四，没有是吧？没有就我来想。我要吃火锅。哇，当当老师，你也太贴心了吧！鸳鸯锅跟麻辣，鸳鸯火锅和麻辣牛肉火锅，就是我照片的好的书写。真的，我妈在家里时时刻刻要把我的照片全部收起来。但不是说大家是我妈的意思。哇，好香啊！先就到这吧，让我们好好的吃个宵夜，拜拜。好好吃饭，你也是。